大家好，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偶遇篮球明星姚明的视频，也是曝光了姚明的状况，不过他这个视频是偷拍的，在拍摄的过程中还被姚明本人发现了，并且大声呵斥了该网友的行为，而这种情况也是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。作为知名的篮球明星，姚明的个子十分的出众，可以用巨人来形容，哪怕他在低调也很容易让人认出来，他2米26的身高都已经快要跟核酸采样站一样高了。在视频中，当天他身穿黑色上衣，下身搭配一件黑色长裤，脚踩白色运动鞋，整个人显得十分运动，当然也很是帅气。当天在排队做核酸时，姚明本来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拍摄视频，一直在低头玩手机，那模样十分的认真，就是不知道在玩什么。当轮到他做核酸的时候，姚明也是发现了有人在偷拍他，随后他便转过身警告偷拍者，并且发出严厉的声音，在视频中能明显听见他说，你能别拍了吗？可见当时姚明十分的不悦，说话的语气也是十分严肃。当然不管是谁都不希望走到哪里都被人偷拍录视频，这样的行为十分不好。不过从视频中来看，姚明的身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因为早年受伤，现在已经退出了球队，不能进行剧烈运动，看他的身材已经有了发福的迹象，而且体重也是有所增加，看起来应该有400多斤了。姚明被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此前还有网友晒出他独自出国的照片，果然他走到哪里都十分的显眼。最后也祝愿他身体健康，培养出更多的篮球选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